对，因为呢，它改变了以往的形式哦，用一种电竞的方式，然后改成世界杯。世界杯，对的，因为呢，它改变了以往的方式，它用一种电竞方式的比赛哦，变成一个 Battle.net。没错，因为呢，这个游戏公司啊，可能是想要知道这些参赛者实力到底是到哪里，所以改变了以往的方式哦，变成一种电竞方式，世界杯，世界 Battle.net。电竞方式的 Battle.net 世界杯。Battle.net 是。